本上这速度就很好了啊。你期间休息五秒钟，连下料是十秒钟。大概快买底线了，九分钟，缝了九分钟，一分钟两个。啊？我所有的时间都算上，一分钟两个。你现在光缝制一个二十秒钟，缝一个二十秒，你不能，你这人跟机器不一样啊，你不能老是这个速度这么干的，对吧？你人他要稍微的调整一下。这就是你期间待的时间，就待这么短的时间，六秒钟，五到十秒钟。这把活缝完了，你就停，就换底线。没了，没底线。你看没了吧？大概就是十分半钟换一个底线。